观众朋友大家好，分享苏坤客家新闻插枝。亚礼拜节目的前两集单元，而带大家关心也正面引起戏台议论的传统市场禁止限制加压政策所造成的影响。六月十三今日，来自全国农前的给农贩的七多农委会过去总统府投钱，抗议政府按调进二十四政策，三无马批托出时，可以能念的会过唔下去的。来自高雄民农的阿琴，通过到给农穷养，遇到一件事情，头一摆行上街路，因为一路系靠修农十杂几年呢来修业务五三年。更加政府规定，以是唔得七家自己来卖，可以无干无杀。第一集单元，接下来谈一群小农的故事。亚良的单元呢，会有自己的方面，然后会做匹配效果处理，尽量避免看起来黑漆漆的。不过可能加工会本人感觉不爽快，也提醒乡亲注意。天顶口号，天伦太家行上街路的阿琴，十五年前对中国家来高雄民农一个客家庄，头一摆行上街路，实在是软不下去的，伊已经行无路的。我知道我没办法生存就对了啦，哈、啊，你们会不会愤怒啊？我连生存的能力都没有了，我孩子谁要帮我养？大家要不要帮我们养？无亚无爱的总用钱，你初到有一张完整的家庭。1998年家来台湾，不过越来越多能发现劳工绿卡白改多灾，也劳工又是智能障碍，根本无法度开家。来到台湾咯，我系属台湾人，我嫁来台湾唔系来享受的哦，我属老人家，属老公，属新人呢。这我先生啦、啊，我两个小孩、啊。唔认输的阿琴，莫因为老公老卡的条件唔好，就不用去婚姻，而接下来老公老卡的休假床开始好难休假，就算按多年来都到白白太水，徒手留屯假床安排，假本人偷袭。甚至按旧加管表脑筋半牙也都扛起，遇到两个生意呢，阿琴总是挨得牙筋挨下来，一心总有一日会存讲。我的生意呢，我阿安泰的比我的做些白，比我的种菜，比我的做些，我安细细把我捏到十五岁的，把我学阿安泰的，我讲一天会过好，一天会过好。我哋是阿琴喺屯番呢买两组十三礼拜嘅鸡屯呢，转来继续休，休满呢剩五礼拜个假休息嘅，然后大天发主文，伊能向此向买。另外呢，阿琴考虑明年朗朗上上嘅订单，休一五五三年。从大天发来我买鸡，我都吃个三只两只啊，十只八只啊，有冇听说下包会过好一些咩？吼！阿就买起咧，哦，看日买差唔多诶，阿日干下，阿要手托几支有冇？手托四枪来，可又要整一个。一般来讲，国内嘅土鸡养成一只，土鸡休满诶十三礼拜，就算养殖还蛮清熟水清甜诶。不过考量到温养率唔高，还系会卖出去。过多年路推能接下来休，过推迟，到只鸡从50到80美元泡泡嘅利润。从五十岁的张飞凤，也老公表老经过后，一路提漂来的木嘅顺口，修个廿十只鸡业，就靠卖香池嘅鸡业来落实。平常是我们每天一整天都杀，可能来嘞中午三点钟休息一下，3点钟开始杀到5点钟这样子，早上杀到12点，因为可能吃习惯都是要喜欢现杀的。阿琴又认为太量休的鸡，饲料杜方加减落的抗生素也都发好物质，因为保守闭塞一餐的热缩多的也都物质入胎吃下的，然后入食的多含个抗强的鸡肉。我喂鸡，我拢喂保守闭塞，我不看冇饲料，我吃的是保守，因为成本过大，第二冇抗生素，假使讲饲料肚里有抗生素，我嘛不会排过强的。安尼食起来品质好，身体好，我认为讲我对我银行交代的高。
为超多一半鸡各健康，养殖各好，也有人囤半胎生的鸡买进来，替半山排放彼此游走。像休鸡已经30年的鸡王明林，露台上方有一块半放牧的休鸡场，然后放出来，他们自己又可以啃奶，有吗？找一些什么东西吃啊，然后肉质也比较会甜，比较 Q。啊，我畜牧比较久，差不多4个半5个月。啊，有时候卖到半年了，它肉质就比较好吃。本旦王明林路卡两吞人经营鸡，也是专业的食肉室养殖场，像负责休鸡，各有翻的统一来买，送到市场空去卖。不过鸡的代价，价格就是翻的卡顿的。王明林按旧能转型做七家休七家卖。你那唔好是这样。翻了啊，来啊讲了，一般要讲，一般要讲，一般要真讲下来哦。啊，包要跟你嫌东嫌西哦，无，所以会料啊。按要处理出啊，这样处唔处就吃掉养龟，是的，真的，你没有笨的人哈，没办法。太好了，我等下再拿过去给你。一下王明林陆续的两三爆炸的风扇鸡，然后大天花煮完的，让台农场香料香吃，各送一本剩下的消费者。比初多是在屯市场竞争，无论阿青也算阿明林，如何充值唔充量，得得到消费者的心腹。消费者还提一两点种类，如拿爱多吃阿多的鸡肉，不少秋笋比台市场好买个贵，还系有一群卤猪骨。你家买家鸡哦？对呀，鸡公司。哦。我是固定过来过来过买啊，固定啊，就是送过来的。送过来。有嘛差别啊？鸡有嘛差别？鸡因讲鸡公司咩，佮我哋娘娘佮用买鸡，佮唔是咯。哦。爱东西比人好，爱就泰山讲的，爱鸡品质好，卫生好，哈，空间，对人，大家都讲啊，爱做到口碑佮好。也因为安尼，对伊人的人口来讲，食菜粿难接受，本个月唔会想吃鸡鸡肉。因为行业用菜习惯是讲究咸新鲜，哦啊，完全都无加工过的啦，或者加料啦，鲜甜的那个要求下吼，所以客家人唔去讲好好鸡拿来冻个样来用，那个米丝。是唔合乎伢那个美食的呀。人种个煮个出来，伢个皮，就讲像冰山那落呀，伢皮呀吼，要转姜茎啊，里个带皮要转糊啊。我是把那苹果安尼属于唔光滑弄个呀。苹果鸡肉个味有差，苹果个凉热个。唔知你苹果拍落半日左右个就有差呗。那我也乡下一位家庭，还是会吃个小鸡杂鸡耶。不过家家如唔敢，也算唔会吃鸡耶。无论系养肥鸡，古所会拜托附近的贩内，也算推吃鸟杂，用一只50到80元的价丝来推吃。这真够哦，大家拢细只，家己饲的啊，家母家己带大只安尼啊饲，啊家己饲的鸡啊，你好鸡汤较好，所以大家拢爱家己饲啊只。十几年前，大家拢无抬，拢掠来只抬较侪啦。人有诶毋敢抬啊，有的不敢杀，啊杀嘛足费气啊！我着搁来掀水，着搁来触摸，用手工抓抓甲戆去，一只着我抓咧规一两点钟、两三点钟。啊，第下阮遮阮着是用机器，安尼较紧啊。毋过，微初度诶讽刺 HCNQ 流感疫情。努维菲宣布5月17日起时，传统市场禁止养殖鸡鸭。一种种广告送阿多阿青也到受农的诉讼，可以呢无干无散。我就束手无策啊！我请问政府要帮我养四个吗？我来去关也没关系啊！我不用犯人，不用杀人放火给你关啊！我吃免几饭啊！我的囡仔你给我饲啊！几多七家有休假的夜，一下也请唔到人推辞的，因为体努未飞嘅人天空推辞也唔合法。
依照目前的法令来讲啊，就是排外的部分，我们就是那个自宰的部分，自己家里养了，但是自己却不敢杀，然后还是要送给人家去帮你代宰，之后再拿回来自己吃。那这个频率，就是照理说这个是不符合法令的啦。整卡，这个人口老化非常的严重哦，所以讲咱有一挂时代鸡饲饲的吼，伊拢是安那家己无咧抬鸡，拢是吼掠起个大工来替伊抬鸡，但是咧，即摆煞演变一个问题。因为大工唔敢甲抬，甲抬咧，若是叫用抓到，爱罚20,000至100,000。昨天2023年休牧法修正过后，除了列管的1,050,000合法被鸡鸭摊贩吞屠宰场是在吃鸡鸭以外，其他的其实都是禁止的。不过法院实施以来，无严格的执行，这家吃鸡鸭在全国还是一定普遍的。一摆又加一只金翅鳞，吃好的鸡无合格品种也买唔得。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强烈的这个查缉的行为，那我们将来是会到那个摊位上面去，直接去看这个图体有没有合格标志。那如果说没有合格标志的，我们一律都是以你可能是拿私宰的东西，然后来没收或者是做处分。只有农委会的公告，现时全国有83间合法的鸡鸭屠宰场，差不多有48间的屠宰场很配合政府的政策，接受其他鸡农委托推迟。不过，像闽南的阿青也到鸡农，不屯鸡送到附近的凤山、果树，也算杨浦也到天气的屠宰场来吃，爬爬切切，本钱加够出。运送过程不有乜嘅挑战么？伊能也介绍。我哋我嚟去凤山市场吃，凤山市场我哋去到凤山市场来回哦，要2点钟。按我哋顶多买个10-20只鸡，下把闲时买个10-30只、2只拢冇听错。啊，我再转来，我出气我快气啦。一到小农也讲，就算伊能喊明年跑去跑转，就屠宰场囤本单豆杂，还有50元好餐鸡。减下一般20到25元，本屠宰场推迟，屠宰场也无天出限价，认真一年的量食材特色的。加上凤山市场，哎，500只做得吃呢。俺爱的细卡的，无人看得起啊！你做个20-30只鸡，等到厝里里晒死的，无人会同你吃啊！因为太胖的，吃的400-500只的，拢吃唔起来，而你让我吃人家个20-30只、15只呢？而我妹妹呢，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排队，又要杀的话，很造成很多不方便啊。因为我们是扫墓，不是很多的。对于收农的困难，农委会的回应是：有需求的鸡农，是得屯有供应需求的鸡农联合，累积一定的量送去天灾场，也算透过农委会来谈整合。他们先把他们的需求大概列出来，就是他们大概需要代宰的时段是什么时候，数量大概是多少，然后那先跟我们讲，因为我们可能也可以就是整合一下跟他有同样需求的业者，然后跟屠宰场一起去谈。不过鸡农因为大家的鸡太小只，品种都无相同，路路乡下吃好的那一只黑蛮人呢，根本都分不清。同时，明年爱吃的量本单都归奶氨酸，买唔起的鸡肉冷冻过后，根本都买唔明爱嘢。那个冷冻鸡啊，我讲句实在，我去杀过，不好吃，烂烂的，那个有个味道。这我们卖不完啊，又要放冰箱，又拿出来卖。你到第三天、第四天嘞，那个味道很重嘞，需要啊。我得几百只鸡，这多人，我要哪去分那香人的鸡？他们就是传统机场企业安尼统一的，安怎有法度啦？恁家后大只后细只后啥，他们规格也不一样。也因为安尼，有位鸡农已经考虑脱替无爱休鸡，爱做鸭白。他们现在规定已经说，一定要到哪里去杀，我卖要卖多，看到时候我能做就做，不能做的话就不要养的这样子了。所以说政府这样子规定呢，真的会。受到一些像我们这样子的或者怎样，会受到很多伤害啊。不过像阿青也算阿飞方安尼，无随挑战也白，就会感觉摸唔到存款，真金唔地，而用解散难好。那我先生中风，
想靠这个工吃饭，这回政府还要禁止。禁止我们真的老百姓啊，吃什么都不知道。我当年的家庭当到过穷苦，阿不过太呀。我今年想想我爱模式啊，做模式业，我生人读书而且嘛，补习而且嘛，哄哄而且呐。悠悠夫妇因海妹阿亲，只有用安尼的方式，望政府谈得到伊有意见，伊无奈何，伊懊恼的。政策未超多的好管理，唔顾现实需求，未到业务五三年的生存，阿亲最里面拍卷靠偷偷的做，唔管会方法白么，也敢会系政府爱嘅。